接下来是来自校园的消息，新生年级集中集合，台东国小迎新迎接集中集合的140位大同宝宝，期待这款的第一届接受，和新生甲家长感受到台东家族的热情甲活力，在心中留下深刻甲美好的记忆，快乐地融入校园生活。小朋友要入学了，父母的心肝宝贝要进入小学，学习过新生活。140位大同宝宝接受会考欢迎，家长甲囡仔大手牵着小手，做伙过从英门，又开迎新的暑课，向前囡仔未来伫台东耕地会当更聪明，平平安安好彩头的幸福成长。迎新哈，齐耀大同。我们希望，大同宝宝在开学之前就能够先来熟悉环境，认识师长，也跟家长沟通这个孩子的管教的这个方法，在小学的生活就踏出成功的第一步，让孩子的后接着的这个求学生涯就越来越顺利。有见小朋友的鼓励，主持老师穿着学校的服装，主持是小学二年级的学者，用更信心的心理，更担心的介绍学校。那今年的新生大概140名，编成6个班级，比去年还多一班哈。我想这就是所有老师努力的成果。那我们家长会全力的支持，我们志工团也非常的协助学校办理非常多的活动。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少子化的状况之下还能够逆势成长的最主要的原因。父母亲以及阿公阿嬷拢来为子女集合加油，希望会当伫这台东学校好好学习。学校提早伫开学之前办理迎新活动，是期盼丰富多元的迎新，会当吸引大同宝宝踏出快乐学习的第一步。伫9月1号开学时，会当早着大家满心的祝福甲期许，自信的、勇敢的迈向全新的学习阶段。最新新闻，蔡平东、甲一起采访报道。